棒棒棒棒棒来喽！先去买一下后面这个箱子来了。哦，钻石吗？哇！哟，各位亲爱的观众们，欢迎收看小飞象的游戏实况。那么今天我们来玩这个很久没有玩的拆箱模拟器啊。那么这个拆箱模拟器，我们还是先去第一个区域把这边的宝箱给开一下。第一个区域在这里，然后我们已经忘了哦，对面有个现实的大宝箱。好，然后我们现在三个宝宝好久没玩了，三个宝宝现在什么样子的？宝宝在这里哦，三个天使是吧？还有一个这个是带不了了，只能带三个。OK， 宝箱开出来吧！我发财了，我就喜欢这种感觉被钱包围的感觉。好，是不是15分钟能开下一个？然后呢，我们就去直接去上次解锁这个南瓜的新区域啊，就去开这个南瓜。来啦来啦啦，这边是分解的，我记得是啊，这边是覆膜的，应该叫做。好，来到这个区域，是的 ，OK， 新区域，我们继续来开这个箱子。这是一个南瓜的区域，看到没有，后面都是南瓜，我们只要点一下这个箱子，它就会帮我们拆开来，看今天会有什么好装备。哦，这边还有任务是吧？上次还有任务，别忘。哦，这里有个大礼物，来看一看，有没有能不能买金币啊？这里面249是双倍金币。哇哦，就没有直接买金币的吗？这边任务好像又满了，这么快，我的天啊，这么快。这个是什么东西啊？装备，这个是装备，帽子，这是宠物，那这个呢？这是什么东西啊？哎，好神奇啊，新做出来的东西。哇，这拆的好慢啊，这箱子。哇，虽然说，但是我们的宝剑好像上次升级过了。然后我们现在先带了一个骷髅的翅膀，都是70级的，看到没有？啊，不要紧，我们慢慢来。哦，这个拆出来应该会有个好东西，反正还有这个任务可以做。但是怎么没有？为什么没有？我们要不要买个双倍金币啊？哎，买个双倍金币怎么样？249二币，来买了。OK， 然后我们买了。双倍金币，来吧，这次开出来金币应该挺多。然后呢，这边哇都很贵啊，这边双倍钻石都有，还有加5个宠物可以，哇，好赚钱啊这游戏。叮叮叮叮叮，好，现在已经一半了，我们等大家看这个条子，已经一半了。啊，这边可以直接买这个。金币啊，我们看一下下一个等级，好像需要下一个等级我们解锁了吗？哦，在这里边90还不够啊，90是肯定不够了，至少还需要40级，然后买一个这个可能就可以解锁了。但是我现在非常期待这个箱子里会有什么东西啊，虽然比较慢，但是这个游戏充满着无限的可能。叮叮叮叮叮，而且这个地图现在没人跟我抢，看到没有？大东西不一定开出好东西，但是开出好东西几率应该会大一点。我们等一会儿看看啊，然后去开小箱子。哟，他家的宠物好像很厉害的样子。后面好像是摩天大楼，哇 ，UFO 区啊！后面海盗船，哇，又满了，快开出来了吧？好，还有 1.7EM， 很快啊。噔噔噔噔噔，来啦啦啦啦啦！我们在这游戏里，你可以装扮自己，当然这些道具是有好坏的。啊，然后这款游戏的名字呢，我会把这个游戏名字打在视频的最后面，各位小伙伴想玩的话可以去玩一下。那么也非常感谢你们支持小飞象，然后喜欢的话可以关注一下我的直播，然后也可以关注一下我的账号。订阅转发一下，好，马上就能拆开了。看一下这个，我拆了1分钟的东西有什么？来来来，当当当，哇，全是金币吗？我的天，好吧，居然只有金币，你看我拆了半天只有金币，好吧，那么就开拆一点小箱子啊，噔噔噔 ，OK， 又是只有金币，好吧，
开点小箱子，看今天这个地方，哦，有钻石 ，nice。哎，只有金币，哎，这金币飞一个就有64K 啊。叮叮叮，哎，捡到一个装备，叫什么？73级的。那我们能把一个70级给拿下来了，装一个73级的，因为只能带三个啊。换了顶帽子吗？我们是，哎，没有换上去，把这拿下来，把这个给装上去。哎，我们换了顶帽子，换了一个灰灰的帽子。咚咚咚。然后我记得这个地方，哦，还有图鉴。我们现在在第四个区域了，对，第四个区域，还有很多东西没有开出来。一共有哇这么多个区域啊，后面还有15个区域，厉害了。咚咚咚。然后每一个区域的东西是不一样的，比如说这个区域有武器，下一个区域哦，之前那个区域沙滩区域是有宠物，这游戏做的还不错的。哦，又有个帽子，是吗？是一个帽子吧？啊，70，哎，把这拿下来，这是73级的，给它装，哎，别看错了，这个是73级的，给装上去。现在73、73、76，等级都非常高。除非我能在这里开出一个。开出个红色的东西或者紫色的东西，我就赚了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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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 ，OK， 快快快，继续开，啪啪，哦，钻石也不错，钻石是好东西啊，钻石可以留着开宠物。这箱子，任务马上就要做完了，我们这个任务的奖励也是非常多。哦，又来个大宝箱，但是我今天决定不开这个大宝箱。我就不开这个大宝箱，大宝箱太浪费时间了。哇，77级的，看到了吧？77级的，但是没有橙色的好。它是有品质的，这个是白色的，不太好。我们现在需要这个红色的或者紫色的，不知道今天能不能开出来，看小朋友的运气如何哦。钻石也行啊，好，我们先去看那边的武器贵不贵。武器的话能更快的方便我们开这个箱子。看这边的武器，这边的武器需要 12M， 这是 75M， 我们升级一下武器好吧。哦，买了一个12的新武器，这样的话会更快，更加快。哇，两刀，咚咚咚咚咚，这么快啊！我天啊，新武器买，我天啊，两刀就开完了。那我直接去开大箱子吧。这个箱子现在应该是。开得非常快了，当当当当，都是白色的不太好，都是白色的，这个比刚刚开得快多了。好，期待一下这个里面，哇哇哇，你看这边任务做得多快啊，这个条子，当当当当，等等，开完了，有人来帮我一起开这箱子了吗 ？OK， 啊 ，no， 哒哒哒。任务做完了，嘟嘟嘟嘟，哦，钻石，我感觉今天运气应该不错，能开出个红的。这个颜色好像是什么颜色啊？一样的是吧？一样的，好吧。为什么我们这个翅膀这么厉害？我们的翅膀是加过附过膜的啊，是附过膜的，所以强。然后附魔的话，好像是在第二个区域。噔噔，哎，又来了一个哦！看到没有？我就觉得今天运气不错吧，还开出个橙色的，红，果然，你看这边属性加241，看到没有？把这个拿下来，给它装上去。这个，哇，我就觉得今天运气不错吧，开出了个还不错的东西，接下来就能开出红的，好不好？来个红的，哇，我们的头，看小飞象的头居然变成了一个眼珠，哈哈。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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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滴滴滴滴滴滴滴。那边有个大箱子，继续看那个。走，当当当，当啷，来，开，敲敲敲敲，嘣嘣嘣。哎呦呦呦，很慢很慢，任务做完了，很快啊。下一次的话，我们就能玩到这个90M 的。新的 UFO 地图了 ，OK，
快快快，来来来来来，好，一半已经有了，能不能给我开出个翅膀或者窟窿？咚咚咚咚，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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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嘟，好，快开出来了，还有一点点，还有一点点，看看什么东东，哇，全是金币，哎呦，亏死了。哎，别抢我的东西啊！哇，他一下就一件就一个，太夸张了吧，大哥！一件就一个，这个81级的效果没有我们的好啊。嗯，剩下的效果都不好，都不厉害。那边可以开什么？哦，那边是买钻石的，好像又开出个东西。一样也不好。现在除了红色的，其他并不能吸引我。我们已经有，今天能不能开？哎，我今天能不能解锁一个90M 的新地图？看今天能不能解锁个90M？ 哦，是什么装备？哦，啊，一样也不好，也不好。噔噔噔噔，大箱子，想开个90M 的，然后买120，我们买一个，然后就能开后面的新地图了。任务一交。全是金币，吃一吃。开点小箱子也是挺快的，加上任务。哇哦，钻石，嗯，又来一个装备，嗯，不好，都一样。我看等级，都一样，都不好，都没有我们现在身上好。哦，来了一个，来了一个，好像看起来是新的装备，啊，不好，很垃圾，很垃圾，很垃圾，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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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任务做完了。好，然后我们等会等15分钟过了，然后我们再去开一下那个箱子，开一下第二。哦哦，新的，把这个拿下来，然后把这个装上去。虽然效果一样，但是可以换个样子。我们这次装扮特别帅，眼睛旁边突然长出来两个角。现在40了，43%、83%，还差7%，我们就可以。哇，来了一个，咚咚咚咚咚咚咚，新的也不好呀，这个。我们今天这期视频就多玩一会儿了啊，来就多玩一会儿，我们看一下后面的区域。梆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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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全是金币，我的天！开个大箱子。啊，不知道现在过了多久了，应该还没有过15分钟。过15分钟，我们就可以去第一个区解锁大箱子了。哇！这装备都重复了。又来一个南瓜头，又来个南瓜头。哦，钻石是好东西。不知道第三个，不知道下个区那边有什么。哦，有箱子，赶紧去下个区。应该是一个非常值钱的箱子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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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44了，这边已经来，再开一个，都是小箱子，两刀一个，开个大箱子。哇，他这个宝宝是星星的吗？后面一个区域有免费的箱子呢，太爽了吧！叭叭叭叭叭叭，好，马上就到47了，我们准备去下一个区域。看看看，金币 ，nice。噔噔噔 ，OK OK。然后我们买一个这个啊，122币能买这个，买。为了给各位小伙伴来看后面的游戏，我们直接买到了90M， 去吧，后面的地图，棒棒棒棒棒。棒棒棒棒棒，来喽！先去买一下后面这个箱子，来了。哦，钻石吗？哇，值钱了！棒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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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棒，哇，9000多钻石！我马上去后面开宠物。我们先看一下这个区域的，这区域能开出好多好东西。哇，厉害了！这个区域掉的装备都是好东西啊。冰冰，开点小箱子。后面个需要3B， 3B 是肯定不够了，但是我们今天能把装备全部大更新一下。装备，哎呀，没有，
我要装备，我要装备。这个区的装备有很多，就是新的，而且都比现在升的好，估计。哎，没有装备，好吧，我们一个小东西都要敲这么久。咚咚咚咚咚咚，装备，装备，装备。哎，来了，还是不错的，成的哦，122级。我们把这个拿下来，装上122级。哇，哦吼 ，nice！ 噔噔噔噔，哇，好多任务，任务都完成了。OK， 哇，马上去开宠物了，我们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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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再开个装备好吧，再开个装备我们就走。这箱子现在开的比较慢了，今天的重头戏我们又可以开，又到了我们最喜欢的环节，小飞最喜欢开这种宠物蛋，感觉非常棒。在哪个区域忘了，后面是什么区？这个是 UFO 的区域，后面是一个糖哦海盗船的区域。装备装备，哎呦没有，但是钱很贵啊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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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哦来了来了。哇哇，什么意思啊？他说我的装备满了是吧？120级，那我该把这个翅膀拿下来了，然后把120装上去。然后这里是什么？这里是附魔的是吧？附魔的话，我忘了怎么操作了。给他吧，给他吧，都一样。给这个项链好了，然后把所有东西全部叠上去。你看我们这边经验值就会增加，全部叠上去。OK， 哒哒哒哒 ，OK， 现在就变成了131级，给它升级了，看到没有？好，然后呢，我们回到第二个区去买宠物。第二个区是我忘了，是这个区吧？啊，果然，我们现在宠物蛋一定要开个非常贵一点的，900的宠物蛋，这个是多少？100、100、300、3900，开3000的了呀，来。噔噔噔噔噔，闪光宠物蛋，哟，哇哦，13级，看起来就不错，把这拿下来吧。我们应该是直接开三个啊，开三个，连开三个宠物蛋，多开了浪费，因为我只能带三个，哇，一样的吗？好，再来，哔哔哔哔 ，OK， 开出什么东西啊？这都是啥呀？哇，宠物也有好坏吗？看看宠物图鉴啊。我们现在4级宠物这边有开出来2个，一般性的，不是特别好。照这么看来，我们这个果然这个蝙蝠比这个象好。好，再开一个，再开一个吧，别浪费了，再开一个。滴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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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哇，好吧，好吧，不好。这宠物能不能附魔啊？好像也可以。好，我们的宠物大更新之后呢，我们再去那个区再去玩一会儿，再去玩一会儿应该就能解锁第一个区的了。这个区来 UFO 区看看今天第三个装备是什么，把我们的装备全部更新掉。叮叮叮叮叮叮叮，哇，现在这手速非常的快。哎呀，开点小箱子吧。这个冷却时间就慢了，3.5小时能开一个宝石箱，金币箱现在应该已经能开了。看看我们今天第三个任务会是什么？哎呀，没有装备了吗？我们只开到2个装备，真的没有了？不可能，来，不可能，非要开出来一个。丢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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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丢！快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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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开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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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开！有了吗？哎呀，还没有，好吧。那么我们今天游戏实况呢就玩到这里了，感谢各位小伙伴的观看。然后我会去这个地图，把这个箱子给开掉啊。那么就让我们。下期不见不散，拜拜。